还想来，没机会啊，灵王，这要把自己双杀了，感觉真来啊！不过到六了，到六有什么用？双杀了吧？这跑啊，灵王不能打呀，双杀！哎呦，还好 Q 技能 CD 还有两秒没好 ，Q 技能 CD 好了，灵王也要死，全线崩盘。伤害太高了呀！这么瞧不起我，这么瞧不起我，那我就一打二了。来了，来吧，来吧 ，Harry， 大招，规则，打的不上来呀！本期风暴，是一打二 ，YSK 没得打，怎么再打？杀不死没杀，有技能先再 A 一下吗 ？Q 技能三秒，哇 ！Q 技能 CD 呀，这一波 ，Harry 都打的放不出来呀，这不，小龙没了，你谁来 Harry 大招呢 ？Harry 这个表情，首先第一。这个 Harry 想开啊，他那个是打不出来，对，没办法打，他是因为那个往右边 W 了，他这个外线打得很好。位又来了，但是奎桑提在等六，差一个炮车兵，六了，到六了，这里还想杀你啊，直接杀了，你自己打得过吗？打不过，还在敲，差一个 Q 技能 ，CD， 你往塔下也待不了，先以棒槌直接开大，他秒 W 接耳行不行啊？他不是六了吗？是啊，那个狠话之后感觉现在不能被他逮，怎么说？肯定不能被逮啊 ！W 往回顶 ，OK 一打二了。想着一定要我走，有感觉您也不想走啊？他想再来，因为他知道武器没有闪现。上卡个六级到六了，能不能铲回来？被秒掉了吧？被秒了呀，亨利！哎，那感觉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没技能了。哇，差一下，这个武器大师感觉 YSKM 这个一开的有点好，对，直接晕住亨利了，亨利这个大招放不出来就死掉了，是，看他是开个 W 免疫控制，然后铲回来跳过来空中就死掉，对，后续为自己的技能 CD 也打破，差点被拿下一个双杀。哎，王博带不下我行动，哎，要我帮忙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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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来哥来神没闪没闪没闪带没闪也打二了。咖啡，哎，怎么唐龙啊？咖啡，咖啡，咖啡，咖啡 ，Come on，Come on。